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山峦层层堆叠，一整片翠绿植被在阳光照射下相当美丽。这里是宜兰知名景点抹茶山，每逢假日总是人山人海。但由于山路不好走，加上整条步道全长约6-7公里，对年长者来说体力负荷较大。有民众建议，是否能在五峰旗风景区和抹茶山之间拉一条缆车，引起热议。来听听民众的看法如何？我赞成，有机会盖起来，老人家啊。6-7、7-8席可以去看一看那个抹茶山的样子，很无聊。为什么就是要给人家爬山的？是长辈，你会岁数到了，你爬不上去，就不要到四五山庄抹茶山，是你就到一水还是到通天角就 OK。缆车是否可行，经县府委托顾问公司评估，结果出炉，认为不符合经济效益以及影响自然生态，倾向不建议开发。不过县政府表示会请顾问公司重新评估，再与地方人士沟通，达成共识后才会决定要不要新建缆车。